请用蹲的，不弯腰，哎，这是直安的。好，这时候呢，麻烦把手套按照阿元的做法，整个对，给他弄下来。这样子也 OK， 来，等一下，因为你是第一次做，把它包在里面去，因为这个没有毒性啊，包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，其实应该是拉走，好，放开，这边卷起来，对不对？手指从这边伸进来，对，就不会碰到表面，慢慢就变成一团就好。你刚才的拉法变两团，好，丢进来。这是假设说我们这样子的手套是有碰到有毒微生物、有害微生物哈。好，来，麻烦先检查水够不够，先检查水够不够。一般够，对不对？到那个切起的位置嘛。没有水。啊，没有水。我先暂停。好，来，刚才陈兄检查后有水，来，整个拿起来。好，放进去。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大家做这个，就好像回到我当时当研究生的那个情况哦。我在大学部没有问过灭菌服，都是助教弄好，但硕士生自己全部自己来啊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的。哎，慢慢来，不怕，好，不怕。这个坏了算阿元的，算阿元的。好，来，一样，听我的指挥，好了，把那个灭菌粉的盖子盖起来。哎，不怕，不怕，来，左手顶住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左手顶住，右手旋转，旋转，没错，很标准，很标准。对，再一点点，好 ，OK， 我觉得够，我觉得够。好，来检查排水阀，这边转开，转回来。转开转回来，好 ，OK。为什么要转开转回来？因为你不假设是转完一圈的贴纸，好 ，OK。再来检查排气阀，转开转回来，检查是不是十五分钟？十五分钟，检查是不是121度 ？OK， 没问题。打开这个开关，开关按下去，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完成一次操作。下周等一下呢，等一下一样，我让陈轩过来哈。我们过来的时候就会让它跑完之后呢，让它降温，到时候看它降温。所以等一下大概70分钟后，玩一下码表。好，70分钟后它会叫，对不对？它会叫的时候，我们就来。这个内容物很少，可能会比较快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比较老狐狸的做法哦，就是因为这个不要学，但是我会公开录影，我会公开讲，因为我很熟，没时间了。我跑去先把热水打开，这不要学，但是等你赶的时候，代表你已经很熟。先打开，然后赶快弄完东西，配完药之后丢进去，再争取大概十分钟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倒过去，把它倒出来，再教你怎么示范，甚至我做一次，下次换你们来做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感谢陈兄，谢谢。这段会上传哦，然后到时候你要去应征或者研究所的时候。我在江老师的频道，我学习操作，我不是说得很熟，但是我是从大二就学习操作。OK， 好 ，OK。